Hello， 影片结束啦，各位朋友们，如果你有收到田山先生这边的游戏精华区，请记得登录我们的官方的 LINE 哦，因为官方 LINE 这边我们就有新的一个稳定又可以快速看到影片的方法，比如像是我会在我的右上方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像是笔记本的东西，点下去之后就会直接挑这个视窗，视窗之内就可以看到我的一些小短片啦，那精华短片我都会放到这边让大家去做观赏，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加入我的田山游戏精华区，各位拜拜。